现在哈已经走到凯道上面哈，大观社区的抗争行动哈，我们主要是要向政府哈，要求政府要跟我们协商哈，不可以哈，3月18号一下就用怪手来拆除哈大观社区的家园哈。我们现在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哈，已经很多的年轻人哈，他们走出来支持大观社区哈。六步一跪，从华光社区到总统府前面哈，我觉得是，是非常有诚意哈，要进行来协商，希望政府能够哈，让弱势的人民哈，能够有一个居住的权利，也就是有一个土地的正义哈，透过协商哈，来解决弱势人民居住的问题。我是吴继兴哈，从台北哈凯达格兰大道哈总统府前面哈发出的报道，谢谢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哈会来支持哈，支持这次的行动哈。